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一节，耶稣佮用比喻对因讲：天国比拼一个王，为伊个子比办娶亲个筵席，就找罗伯去，请遐所邀请个人来赴筵席，因却毋肯来。四节，王佮找别个罗伯讲：恁佮遐所邀请个人讲，我道已经预备好牛。甲肥的精神已经太，各项拢齐备，请恁来赴筵席。遐个人不要紧，做因去，一个去家己的田园，一个去生理场。村里掠伊的萝卜，扔伫因，将因太，王就大生气，找军兵，招灭遐个凶手，煞烧因的城。就对罗伯讲，婚姻的宴席已经齐备，只是所邀请的人未堪得，所以恁就去大路头，今仔所拄到的，拢邀请来赴宴席。遐罗伯就出去到大路头，今仔拄到的，无论好歹，拢聚集来，宴席就坐满人客。十一站。王进来看人客，看到遐有一个无穿礼服的，就对伊讲：“朋友啊，你来遮怎样无穿礼服呢？”迄个人就静静。迄时王对车员讲：“把伊的脚手，将伊迄伫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要有梯口加个出去，因为受吊的人侪。”受敬的人少。十五站，这时法利赛人出去参详，看通怎样找耶稣的话柄来陷害伊，就找因的门徒，甲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知你是诚实人，佮用诚实传信的道理，什么人你拢无看正面？”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，请甲阮讲，你的意见安怎？纳税和该杀合意阿无？十八章，耶稣知因的歹意，就讲：假好的人啊，是安怎试探我？摕一个纳税的钱给我看，因就摕一个囡仔来给伊看。耶稣讲。这个相甲这个好是虾米人的？因讲是该杀的。耶稣讲安尼，该杀的物应当纳予该杀，神的物应当纳予神。因听起就奇怪，离开伊去。第三节，撒都该人常常讲无过我的事，迄日。因来问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摩西讲，人若死也无惊，伊的小弟就娶伊的某生子来续接伊的兄。以前伫阮遮有兄弟七人，大个娶某就死去，无惊放了某予小弟。第二、第三个到第七个。”也拢是安尼，到尾富人人也是安尼。伫过我的时阵，伊是七个人中间对一个下某呢，因为因拢娶过伊。耶稣因讲：恁错啦，因为毋捌圣经，也毋知神的观念。因为过我的时阵，人也无娶，也无嫁。是亲像天顶的书架一样。三十一节，讲到死人个话，神伫圣经对恁所讲的，恁敢无读过吗？伊讲，我是阿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毋是死人的神，是活人的神。众人听起这的话，就奇怪伊的教训。三十四节，
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已经踏灭撒都该人的嘴，因就聚集，其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伊讲：“先生啊，律法中的诫命，对一条是做大的呢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你得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头一个，也是做大的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就是要疼人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甲先知一切道理的总尽头。”四十一节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阵，耶稣问因讲：“讲到基督，因的意见怎样？伊是什么人的子孙呢？”因回答讲：“是大卫的子孙。”耶稣讲：“安尼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样邀请伊做主？讲，主对我主讲，你坐伫我的正边，谈好我将你的仇敌下伫你的脚下。”大卫既然请伊做主，伊怎样阁是大卫的子孙啊？因无一个人会应这句，对迄日以后，也无人敢阁问伊啥物。